是健哥，我是说三个月英语的健哥。今天的视频呢，是要带大家来分享三 C E 伪全集的眼影测评。那为什么是伪全集呢？啊，你先从往下看你就知道了。第一 ，Overtake； 第二 ，Beach Girls； 第三 ，Drive Me Cute； 第四 ，Newsday； 第五 ，Smother； 第六 ，Close to Twice。剩下的两盘不推荐。开始啊！虽然我已经说过非常非常多遍了，但是我还是收到很多私信和评论。到底什么样的眼影适合肿面泡？倩哥再说一遍：珠光、哑光、亮片这三种质地啊，只要是哑光色，它就适合肿面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哑光色它有饱和度和明度啊，层次区分，不是说越显色就越好。对于肿面泡来说，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中等显色度的眼影就刚刚好。3CE 的眼影就属于中等显色度。我们第一盘说到呢，就是3CE 家的王大银盘爆火眼影盘 Overtake。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到底什么样的颜色比较适合日常啊？基本上就是这四个色系：橘、橙、红、紫。无论是亮橘色还是橘棕色啊，这只是纯度和明度上面的变化。大家只要记住这四个色相，你买来它就不会出错。倩哥买这些眼影总结下来的经验啊，最适合大家日常使用的呢是橘色系的眼影，并不是啊很多人认可的大地色。原因在于大地色你画不好，很容易化妆，看起来整个人还不如不化妆。这也就是为什么 Overtake 超越了 NYX 十六色，成为新的王大眼盘。原因在于 Overtake 是橘棕色 ，NYX 是红棕色，橘色比红色更优。3CE 的 Overtake 这一盘啊，如果你是个新手，你买来尝尝鲜，那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这盘眼影盘，无论你怎么画，你都跳脱不出一个圈，你怎么画它都是橘色的。有小伙伴说啊，我用这三个颜色凑在一起，我就是一个大地色啦，因为它的这个珠光色做得不好，很难晕，很难取粉。在 Annie 小屋 Colorpop New 的盘 Overtake 纠结的妹子可以看一下这支视频哦，有详细的来和大家说一下。相对于之前的那个面包盘啊，这次的沙丘盘真的走得非常非常的近。如果你想买 Annie 小屋的这盘沙丘盘作为这一盘的平替，倩哥就要和你们说一下了啊，与 Overtake 有 90% 的相似度，同样的高材，只是顺序换了一下而已。然后上眼的妆效 Overtake 更浓郁，安妮小屋更清淡，更适合新手。但是安妮小屋呢，它把里面颜色剃掉了一部分，剃掉了两颗，把 3CE 里面的那个棕色换掉了，换成这种 glitter 质地。那韩国的这种 glitter 质地啊，安妮小屋它做的非常的差， 3CE 没有做到鬼打墙的亮片色，安妮小屋成功把这两个亮片色做成了基本上没啥区别。如果大家有在这种面包色平价盘里面纠结，直接选啊 Colorpop 这盘六的盘。为什么我说今年的 Colorpop 和 3CE 说不清道不明呢？因为 3CE 还有一盘很火的眼影盘，就是来自于这一盘 Beach Muse 啊。这盘啊，整的你说实话，我不是因为出视频买的，是我的好奇心很重，说这一次沙漠盘平替，就八竿子都打不上边，哪里平替了？然后我就买了。到手以后呢，和我的预测一样啊，它和 Huda Beauty 六的盘没有半毛钱关系，还算是不错的啊。分到了两个色系，里面有蜜桃色，还有粉紫色。看一下这一盘里面呢，有一个哑光色加闪片啊，3CE 的哑光色加闪片色，十个这种眼影，九个你上眼都飞得你满眼是亮片片。那这一盘的这一颗它不会啊，看一下这个闪片色呢是比较低调的，需要在阳光底下才比较明显。这一盘呢和我之前买的克莱欧的那一盘粉紫盘很像，两者相比之下的话，我觉得 3CE 啊胜于克莱欧，因为有同盘。这么瘦瘦的水平一比较，哇，它就跳脱出来了。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和沉默？来来来来，我们再
很高的 Colourpop 的印花盘。我觉得这一局啊，还是三星医生。这一页的这一盘里面虽然放入了紫药啊，但是它的这个紫色呢没有很重，它还是偏红一点点的紫。另外这一盘的粉质呢没有很好啊， Colourpop 的这一盘粉色比较亮，比较荧光，然后深色呢比较重，然后不是特别好晕。我画的时候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说，就看起来这个人就很别扭，就画这个妆感觉面前的这个人不是我，就有一种很怪异的感觉，所以我就不太喜欢。Midsummer madness, I can't take it no more, no more. Fuck the rules, fuck the rules, make it make sense, make it make sense, I.三 C E 的啊 ，Dry B Cute 烟熏玫瑰盘。讲到你，说实话啊，这一盘它刚出的时候我就是不为所动啊，直到现在也就还好还好。我为什么买啊？是因为有蛮多小伙伴给倩哥私信的，这一盘是全哑光盘，非常喜欢这种全哑光的配色，希望我买来测评一下。我就想问，这是真的吗？屏幕前的各位，你们都爱全哑光的眼影盘吗？这个价位呢，三 C E 的哑光它确实做得很好，没得挑的，粉质依旧优秀、顺滑、好晕染。那它的问题就在于，依旧是鬼打墙啊！就这个盘里面的三六，大家也能看到这两个颜色，只是这个稍微深一点点，然后抹出来就是这样的颜色。这是我大面积晕染的情况下，如果你是上眼，你在眼睛上晕染开，这个颜色呢，它就会更淡。淡的话就不大能看出色相的区别来。这个盘子里面的二四七，我就问大家这三个颜色像不像？像不像？大家看啊，抹出来二四七是这样的，然后你用刷子一晕。又没有区别了。然后呢，打底色放到了两颗啊，我脑海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问号，打底色有必要放到两颗吗？一个九色盘里面啊，这么多重复类似的颜色，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真的，后面三 C E 出了四色盘啊，四色盘这一盘的名字叫做 Rose Palette 啊 ，Closing Out， 就这两盘长得非常非常的像。但是我们有一说一啊，如果你平常就非常非常喜欢亚光色的妹子，那你买来画很不错，它是消肿的。用它你可以画一个干枯玫瑰色，然后你用红的这个颜色呢，也可以啊溶液成魔鬼纹。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这个加深色啊，棕色还是有一点点淡的，我觉得可以再深一点。那与它非常非常相近配色的啊，这一盘黑兔，我觉得黑兔的话会更香一点。这一盘打折的时候呢，就不到30块钱一盘就可以收了。但是黑兔粉质这一块确实和三 C E 啊差距较大，你十分的犹豫这一盘到底入不入，你可以先尝试一下这个嘛，也许这一盘你买了你喜欢呢，你再入它也不亏是吧？这是一支伪全集的视频，原因就在这儿了。因为这一盘没办法给大家上片，他睡觉了，反了两次，睡了两次，所以我就退货了，就没办法给大家上片。但是呢，我还是拍了视频图给大家看一下啊。倩哥这一盘第二六的是三 C E 一上我就买的，所以那会儿没有网评。然后我后面发现啊，淘宝上面的评价，大家就说啊，这一盘都睡，给大家看一下那个产业图，大家都是没有用的情况下，他睡掉了。然后我在淘。
淘宝的评价上面找到了这一条，花了四次都碎掉了。第六的这一盘，我都是在快递打开看了以后啊，眼影没有碎，然后我盖上我才拿回家的。回家以后我再次拿出来，我就发现它碎了。后面我终于找到为什么我再次把它拿出来它碎了的原因，你只要开和关这样啊，你的眼影它就会震，就像大地震一样把它震碎了。我就想问问啊，3CE，你这样的眼影盘，你凭什么卖230？凭什么？这盘眼影啊，即使我手里面没有实物，年度雷品吐槽我也得把它安排上。天哥也和大家说过啊，一个有层次的眼妆呢，需要明、中、暗。那这一盘里面，明和暗它忽略了，只分了中。就是全部都是你啊，双眼皮褶皱打底色，双眼皮色，剩下的颜色没有。另外，它这个盘子啊，就是一个腮红盘啊，纸雕的腮红盘。大家看一下，我把它和 iMimi 做了一下对比，相似度非常高啊。然后我用 iMimi 画了一个妆，也能画，合在一起就是两块腮红色。两块腮红色，我买腮红不香吗？我干嘛要买眼影盘呀？要说到的就是 Muse Day， 我今天落视频的时候它碎掉了，就是这个亮片色啊。我发现三 C 一家，我去搜了一下网上的评价，他家的亮片色就很容易碎掉。这一盘呢是一盘限定盘，是一个限定套盒里面开出来的。如果它有单卖，我觉得可以买，明中暗它都有，然后有两个色调，可以画到南瓜色，也可以画到大地色。如果这个亮片色不碎啊，我个人觉得这一盘的亮片色它会比 Overtake 来得好很多。为什么它没有和 Overtake 并驾齐驱呢？像这种南瓜色啊，其实这个颜色它也属于橙色系的，是比较暗调的橙，所以它没有橘棕色系来得好。如果这个颜色偏红一点点，那这一盘我觉得它比 Overtake 啊更强。如果你喜欢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入的一盘，但是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啊，它家亮片色真的很容易碎。싶어주눅든내몸을부풀려딱히바랐던색깔은없어아무틈에남겨있으면그만이야커질대로커져버렸는데속에든거라고몰래삼킨한숨내일난얼만큼사라질까둥글게대충넘어가새하늘을날아가는듯바람에떠밀려가는무기력한존재를그대실수로놓친건가요일부러띄운건가요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这一盘是 3CE 的 Post Twice 的，这一盘呢你用来画大地色烟熏色非常可，比较适合就是那种比较浓艳妆容的妹子啊。这个盘子里面有两个名色，这种颜色是用来打底的，它是那种哑光色里面加细闪。我真的服了三 C E 了，我求求你别再做这种颜色了，你就粉粉嫩嫩的做个哑光色就可以了，真的。这种颜色三 C E 做了10个颜色9个飞，这个啊特别飞，你画在眼睛上就感觉你眼下这一圈瞬间就有了高光，会发亮的那一种啊。然后这一个呢，它不是很好画，然后颜色很淡，你用它打亮呢它又差了一点，你用它提亮眼头呢它也差了一点，所以这两个颜色就等于报废啊。暗的部分它出了3个颜色，各位看啊，1、2、3，一个多色的眼影盘啊，你明色可以上，暗色可以上，但是你棕色不能上。这个盘子里面啊，它暗色给你放到了3颗，我都不知道它咋想的。如果你喜欢画烟熏妆啊，当然没有问题，你会很爱它，但是如果你是自己买来日常用，像这种暗色调啊，你只需要1颗就够。中间的这两个哑光色呢，它俩就是啊色相太接近的，你要是用来画眼妆区别不会太大。然后这两个颜色它俩就是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但是整体粉质来说啊，亮片色还是做得很优秀的。大家就这样啊，约等它约下来，这个盘子就只有这3个颜色，其他都是多余的。如果你已经买了它啊，不用扔，用是可以用的，就是你身边的好朋友啊，你就可以建议他不要买了，然后呢打算入的人呢也可以打消这个念头。
난 땀땀 해 우 난 땀땀 에이 에이 야 다리미 다리미 어 야 다리니 다리니 어 다는 리듬 다리니 나는 기다리지 어 배고파 배고플 때 에이 어머니 밥하실 때 에이 보다 더 뜸 다리니 난 속 터져 재고 있는 건가 설마 간을 보는 건가 내 착각이었나 섣부른 고백이었나 응이면 응 싫으면 no 참 생각 많아진다 에이미 심장한 표정 그 앞에 얼어붙어 너의 대답만 무작정 기다리다 석고상 되겠네 接下来这盘是三 C E 的 Smoother 啊，这盘眼影盘讲到你说实话啊，天哥看到网图以后非常不想买的眼影盘，就是为了给大家做测评我才买的，因为我觉得出的很不走心，很没有新意。看到网上的图以后，我理所当然就认为啊，它是一个肤色到鼻影色、眉粉色的渐变鬼打墙。我再次印证了那句话，没有使用过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盘是三 C E 啊，为数不多做个人的眼影盘，和大家说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一盘里面包含了几个色系啊，就没有拿到实物你根本感受不到它里面到底包含了几个色系。这个盘子里面包含了三个色系，三个。这个盘里面包含了杏粉色系，然后土棕色系、大地色系啊，这是一个偏黄色的那种鼻影色，画在眼睛上啊，压眼睛消肿的效果非常好。如果你平常就画淡妆，就是日常用，然后你又不喜欢珠光色，也不喜欢亮片色，那完全值得一买。你平常能画到的颜色都有，有打底的颜色、腮红的颜色，然后眉毛、眉粉的颜色都包括在里面了。Cause once it's gone, it's never coming back. It's true, could you love me the same? Tell me what makes you stay. There's 100 ways to leave a lover, leave a lover, leave a lover. 100 ways to leave a lover, leave a lover, leave a lover. There's 100 ways to leave a lover. I won't wait a minute longer. 100 ways to leave.I'm the only one that you need.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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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 接下来和大家说的这一盘呢，叫做 All Nighter， 全都是光。这一盘呢是一盘全闪片色。这一盘 All Nighter 啊，是你可以买，但是大可不必买的一盘。也许你在某书或者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上面看到啊，用全闪片色画眼影的博主，你很想买。那倩哥还是要劝你们理智一点，这种呢是作为你眼妆点亮、卧蚕点亮的时候用的，但是如果你要用它来画整个眼妆，它就会飞得你满脸都是。如果你和倩哥我一样，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眼影、买眼影的人，那我觉得它没毛病，你可以收。因为三 C E 的 Overtake 这个的亮片色，它持久度没有很好，但是它 All Nighter 的持久度比这个好很多。U Stay 啊，还有那个 Polo Twice 里面的亮片色，它都有放到，这个油脂度会更高，上在你的眼睛上持久度会更好。如果你有预算，你要买，我也不阻拦你。这个亮片的效果确实不错，但是你日常用，你喜欢亮片色啊？那倩哥建议大家买单色眼影即可。Lifeless like a flower. 사랑을 타서 나에게 보내줘. Send me flowers. 시작은 함께 flowers. 끝도 함께 flowers. 이 세상 떠날 땐 give me flowers. Ooh, ooh, 아름다워.
상떠났던이미플라워三星 E 虽然它被欧莱雅收购了，但是呢它还是韩妆，整个品牌的风格没有因为被欧莱雅收购而改变。三星 E 的眼影，如果大家这八盘里面九色盘你有喜欢的颜色啊，喜欢的色系，你选一盘即可，没有买两盘的必要。大家看一下啊，这是 Overcake， 这个是 Muse Day， 是不是可以连连看？然后这个呢是 Smolder， 这个是 Twice 的，是不是可以连连看？那三星 E 啊，它获得好的粉质呢是哑光，获得非常差劲的呢就是它的珠光色。三 C E 的品控啊，倩哥个人觉得也是一颗星的决定。这个问题呢，不是你运气好和运气差的问题，而在于它对于产品的把控。这个问题呢，不是消费者的问题，而是品牌对于产品品质监测的问题。那第一点啊，三 C E 需要非常非常大的改进。三 C E 的眼影盘呢，很适合亚洲人，然后很适合肿眼泡，但是倩哥个人觉得啊，整体性价比不高。